他往这边过来的时候呢，他也穿着印度衣服了，加上眉毛那个特别贱的那个哈，什么腰的动作，腰的动作哈，等一下我就过来了，对，因为这个动作很贱，你知道，完了之后我要打。五六七走。它是场景不同的变化啊，然后突然就变成多，突然就哪怕是同样的舞蹈，突然人又少了，突然又剩俩人了那个。对，就真把它老练身体技能，然后你才能撅。